你高端的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有什么好特殊的？一天到晚在这儿给我摆大小姐的臭架子，你有关系？有背景？继续给我越级上报？你没事，你搞什么特殊？你不知道纪律吗？不知道条例？ 还是你不知道规矩？看到了吧？他一个人犯错，你们全体都要受罚。哎呀，都怪你！ 花了这么多钱保养的皮肤全都给我毁了！什么时候啊？不说这话，既然都毁了，就让他们再看我笑话了。叶振金，叶振金，你说你藏什么不好？你这当个手机？哎呀，你们都不要再说了！我不是说了吗？我知道错了，你可别虚心接受，坚决不改啊！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在战争当中，只有最冷静的战士才能生存下来。面对死亡，每个人都会有恐惧。最好的办法，不是让你们忘记恐惧，而是要战胜恐惧。 我今天心情很好，所以陪你们玩个游戏，击鼓传花。每个人拿着这个炸药包，在心里默数三个数，3秒钟的时间立刻传给下一个人，一直等它爆炸之前，把它扔到这个水塘里。 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开始。不要炸！千万不要炸！你们一定特别害怕吧？啊！ 下面一个项目，10公里武装越野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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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下满意了，10公里。
哎呀，中午饭又泡汤了，这跆拳道真不省心。还在啰嗦什么？快！你们没有多余的时间了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快！一步踏错，终身错。你们的好日子还在后边呢。你都看见了？看见了。我是说，这个跆拳道运动员很危险，态度根本没有团队精神。我们培养队员，除了培养他们的胆色外，还要培养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合作。这算怎么回事？我就搞不明白了，李站。其实你是不是特别想问我，为什么不把他开了？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。但凡是有点能耐的人，都喜欢自我表现一下，他也一样。但是他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，他从小就从体工队长大，他没有经过部队真正的训练，也没有系统的学习过部队的精神养成。可能正因为这些，我们要想开掉他的话，其实很容易。但是，我们要想留下一个有胆色的女兵，可能就难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他的行为和举动已经违反了一个特战队员的原则。这也是我在想的问题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还想留下来观察观察？毕竟他第一次参加正规连队的训练。需要一个过程。安律师，这可不是安分守己的人，早晚要给我们惹事的，你知道吗？正因为他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，这样才增加了队伍的竞争力。把他留下来没什么大碍，反而是对部队是有好处的。如果到必须走的那天让他走也不迟。但是你觉得他会走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没有调教不好的兵，他会迅速成长起来的，就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。哎呦，这集训队变成新兵连了，被你弄得真是。没办法，现在咱们面对的不就是一帮女兵吗？所以我们现在要去除自己脑子里面所有的固有思维，我们不能再按常规一样，像训练男兵那样训练他们。我想上厕所。嗯，跟我过，先坐这儿。哎，不好意
不好意思。二愣子干嘛？不着急啊？是吧？是。又被这丫头搅黄了。我发现啊，这女兵明显的比男兵多心眼啊。看来现在这招不灵了，拉出去，好好练练。是。时间到，抓紧时间交卷，带上你们的武器装备，上爱场，快！快！快点！你，等等，好了。嗯，总归找时间上厕所。人有三急嘛。从明天开始，打扫一周的厕所。一周？雷神，打扫厕所不是轮流的吗？规矩改了，现在就由你一个人打扫，去吧。是。放心吧，会有人陪他的啊。增进他们之间的感情，让他们多接触，这也是训练。哎，我看出来了，你喜欢他啊。那倒也谈不上，现在他吃的苦还不够，要往后再看看，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这块料。